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欢迎收看阿驰的狗头解说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对决非常有意思啊，有门员大物对抗来自韩国的前撸啊撸职业选手狼 Panda 啊。如果你不太清楚狼 Panda 是什么人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狼 Panda 的死亡笔记啊，上面是写谁谁死，只要是有名字记录在册的队伍都死了。啊，就不多说了，开会这场对决了。狼 Panda 这边选的是一个肯，看来他对街霸这个游戏啊理解的不够透彻，所以他选了个肯啊。如果他理解的够透彻的话，就肯定会换个角色。当然也有可能只是因为个人喜好，毕竟人家狼 Panda 也不再是职业选手了，现在胜负对于他来说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游戏好玩才是最重要嘛。就像英泰对吧，把这个游戏打得这么好玩啊，就关键是好玩就行啊。好了，开会这场对决了。美元这边已经被关进满边了， EX 波枪推出来中脚直接交 VR， 没有交出来，跳逆向这一波打中可以上去啊，来了，这个也是一个英泰流选手，起身直接一个小旋风，然后看到对手不做动作我就来大旋风，要不要再来一个升龙，直接走到脸上来升龙，敢不敢？想当然都一般都不敢，这边不确认，直接两个中脚打出去，这边打中了也没确认，上去投了一发，刚要起飞出旋风脚又被升龙打掉，现在没机会了，美元已经开始射起来了，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了。好了，那来看回第二局，狼潘达以前的手速应该也是挺好的呀，当然我其实对狼潘达并一无所知，不知道他打哪个位置的。来了投一发，如果你们有朋友以前看撸啊撸比赛的可以告诉我狼潘达到底是什么的一个情况。升龙中拳，然后打一个 TC 一段确认，看来韩国人的反应还是不错的，在那边发现没有打中就不接啊，但是关键还是要看他打中了以后有没有接，如果打中了以后也没有接，说明他只打了这一下，根本就没有再做确认。重拳扛到了，梅老板，咦，这个确认出现了问题了，这边居然连招是应该掉了。刚才打康跑起来的时候，应该是直接连招就可以带走梅老板了，现在就很尴尬了，这个重脚吃康了，先发个波是什么鬼？这边又来了，旋风直接抢出来以后开 V， 这个感觉一百次都很好用。那啃的最快的招式呢，就是这个轻旋风，轻旋风出来以后就可以直接开 V 跑过去。好了，哦哟，不愧是撸啊撸职业选手，反应有点快，看到梅元出手的一瞬间直接一个 CA 就出去了，中脚两下确认跟升龙投一发，然后怎么弄呢，再投一发，会不会吓死人呢，直接重拳，这一下梅老板没动，轻拳被抢掉了，完了，梅老板现在连对手的一点点血都没摸到，上去投没有投中，中脚又扛，哎，没扛，哎呀，带走了。好了，那第一局就到这边了，再看一下第二局，这个比赛约还没有结束，我们来看第二局。上来先推波 ，VS 命中，追上去以后轻拳下中脚，再一个中脚踢空，梅老板这边不为所动，感觉自己也没什么好动的，这个中脚踢空以后他能干嘛嘛，也没什么事可以做，手脚不是这个第一时间能够够得到的位置。中拳接波，哎呀，这个 TT 插的有点好，插进去了。轻拳接波以后，跟上一个重脚，再把距离踢开，两边切得很紧。梅老板不像平常这样动来动去的，而是选择非常稳健的蹲在原地，蹲坑式，一个深蹲很久远。来了，发波，哎，这一下升龙没打出来。前轻脚以后，轻拳接波，前中脚，中拳开 V， 直接两次 VR 全部交光。这样狼潘达这边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梅老板又开始进入射击模式了，强行近身直接抢出来拼相杀，以后再补上一个下重脚，最后带上轻拳带走了。第二局看起来上来就没那么顺利，吊灯上来就是一个跳入，梅老板这边发了一个波，还没有做足表情，这个波就直接跳了，狼潘达在这个点上拼啊，果然是韩国人，个个都是莽夫。中脚康了，看他这个打法一定是打上单的，这么莽还不要打上单。升龙中脚再来，这边直接一个前中脚轻脚过去推个波，这边啊中了，那现在要进去又有点烦了，要怎么来切，选择用 EX 波先顶掉对手，否则要给梅老板发到死了。这边又吃一个升龙接上 EX， 梅老板这边手上还有最后一发 V，能不能一口气在这个点上打上对手一套，
EX， 好的，现在血量上面已经追得很死了，已经领先了。狼潘达这边终于用掉自己的所有能量想去摸一下，摸不到，最后怎么办？哎，这个忠臣偷鸡摸狗的一拳打中了，直接开 V 就飞过去了。梅老板刚才应该是做了一个什么动作，要么就是下中脚，反正两个人同时出招了，但是肯这边下中拳快一点，一套 TC 命中 VS 神龙，哎，要晕了哦，这边哎，赶紧交神龙。梅老板是实在的，梅老板每次快晕的点上面，神龙的概率要大过 50%， 基本上每次看比赛都讲，快晕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一发神龙，要么就是大家一起死磕，要么就是一发神龙。又是一个神龙，漂亮，这个极限神龙发出波的同时已经蓄好了，第二发升龙已经等在那里了，你敢跳吗？哦哟，梅老板在这边一边跟着波往前走，一边各种虚晃，天元中拳跟下，哎呀，失误了，哎哎，梅老板这下放水放大了呀，看对手是前职业选手放放水了，大旋风过去，直接反上头拉一发，梅老板这边刚才是不敢动的，对手手上两发升龙，好的，这个升龙对空，哎，哇，带走了。好了，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了。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对不对？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